这是我第四次来大理了吧，大理几乎成了我和我妈放松度假的必选地，也经常和她开玩笑说以后也一定要定居大理，做一个饮食仙人，偶尔飞一下城市再回大理久居。上一次去大理已经是6年前了吧，自从出国念书后一直没能有机会再去大理，这次也终于凑到了时间再回大理。过了6年，大理已经少了许多曾经贪得分独有的气质，变得略显城市化。晚上大理古城不再有人摆摊，也不再有人弹唱，取而代之的是兴起了许多的小店铺。我更多怀念的是那里的小摊，那里的路边弹唱，因为我可以在那里静静的发呆，静静的听歌，周边嘈杂无比，神奇的是那里依然带给我安宁，准确的说是精神世界的安宁。去了那么多地方，大理是唯一一个我去了那么多次还一去再去的地方。大理也不免俗地跑了一些景点，好多年没来了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大多还是商业化，我们像是走马观花，匆匆结束。我们去了双廊，它的味道就是小不点和大不点的冰棒的味道。大王梅，哎，哎，大王梅。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乳扇，跟昨天晚上的做法不一样，它是卷起来的。闲荡怀疑人生。也不应该不会在也不能打出的，特别吸水，哎，男的没人，那不就是男的呗。
我穿那种丝巾衣，进去了。我们去了西周。去了扎染博物馆，自己学设计，遇到了就一定会去看看。我之前学校里做的那种是特别特别简单。嗯，那肯定是。我们偶然走入了茶马驿道，感受历史变迁。和时空遇见，我们去了沙溪古镇。印象最深的还是沙溪古镇，去的人很少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。起床了，起来起来。我感觉来这儿每个人都扛着一个相机，起来。偶尔三两个，是拿着单反来取景的。姐姐带我们去了一家沙溪的餐厅，味道很棒，下次还会去。他怕姐姐看到抢了没有？在沙溪古镇准备离开时，意外逛到了巷子深处的酒庄。这什么酒？大麦酒。大麦酒。进门有点破旧，像是瞬间穿越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。酿了20多年了。二十多年了。可以试一口吗？可以试一口，有20多年的有。啊，其他这些是2年，好像这是几年了？这个是9年。哦，9年，这么多？不用这么多，一个水槽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浪费了。啊，对。好，一口干的。啊，不是，来你尝，你先尝，我再尝，你先喝。哎呦，这还有点黏黏的嘞。真的，我可甜，它刚刚入口是甜的，入口是甜的，但是它后面就度数太高了，所以就上头了，是不是？入口是甜的。太多了，你再倒倒点，倒点一点，倒点一点。到这里酒厂里面也喝一口。来来来来，到酒厂他说先尝，你先喝，你先喝，这是换了一个杯子。哇，我再大点，但是还是酒味很浓的，度数高，这个多少？30度。30度。哦，30度。介绍事儿。欢迎杨梅酒。啊。还有这个五味子。哦，五味子。还有这个。哎，这个还可以。哎。这个怎么卖？啊。这怎么？这个25一斤。25一斤，还有葡萄酒，哦，也有葡萄酒的，这是梅子青梅酒，青梅酒，这不好喝了吧？闻着冷不丁钻进鼻子的酒香，尝着爷爷的酒，过去年代，老户酿酒也不过就是这样了吧？晚上有酒喝了，不是墙头上赫赫然的二维码，我大概一秒都不会出席。这次去大理还有一个目的，赴约。比我那个浓，味道。对，太新鲜了。可以闻一下。哦，你这速度好快啊！就酒香，我妈妈说的那种。
我也没那么强，它有果香，热带水果的这种果香，还有达慕酒的香气，但它尾段有一个什么，就像太妃糖的那一种尾段的那种。科纳，对，科纳它是坚果奶油的调调，多邦也很好喝。他刚刚说多邦就是也是水果感的，云南豆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九个品种，就是我们因为做原产地的这些咖啡的话，所以的话就是做的品种比较多。巴赫，哥斯达黎加巴赫，这是你寄给我的那一款是吧？对。好不好喝？甜度很好的。美女泡的真好喝。第二次做手冲，真是的。第二次做手冲很好喝了，它有甜度，有果味儿。果味是豆子的问题吗？不是，豆子当然也好。没有，主要是它有悟性。嗯，它爱喝咖啡。和姐姐约了好多年去做咖啡，终于实现。我感受了那里的落日，在吧台边晃动刚刚手冲好的咖啡，店面在大理古城内，游客行人匆匆走过，也有客人驻足店内，他们聊咖啡，聊豆子，聊一切关于他们。我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，在咖啡店坐一下午，什么事都不做，什么事都不用去想，新奇，自己做一杯手冲。连续几天去店里报道，那天猛吃了七八杯，才切身体会了晕咖。听他讲了很多关于咖啡。那里的街边弹唱没有了，姐姐带我们去了一家音乐酒吧，一进店内，那里的氛围立刻吸引了我。那是一家不大的店面，我们被安排到了围坐乐队的位置，第一次坐得那么近，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。要说这家氛围吸引我的原因，可能就是独有吧，那里有浓浓的精神世界的气息，我可以安静的听歌，安静的思考。即便那里的环境不安静，但那里的氛围，久违的宁静。我和正在弹唱的歌手对视了一眼，我们都笑了。